我是大湾区梁汉文，我们五个人应该可以把那个餐厅弄得好。我们把我们在台上分配工作的经验，然后放进来这个餐厅。我们不如去找大宇好吧？顺道去他那边吃吧。啲唔碌啫，哇！好肚餓，好肚餓都。聊天即係有啲技巧，即係冇一個切入點，好似好硬咁啊！入點樣從呢個完全唔認識嘅人要去講一啲深入嘅嘢？呢個係最唔容易嘅地方。起碼有個方向先咯，知道佢係點啊！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道想吹啲乜嘢嘛。咁佢琴日佢有啲清晰嘅方向，就係其實佢希望聽多少少大家自己嘅，我哋自己嘅故事啊嘛。我哋啊，咁如果係咁樣，咪大家即係可能喺呢個方向諗下咯。好，到啦，上車。大宇，大宇，我們來啦。Hello。辛苦啦，辛苦了。不會，歡迎。好。还你的碗呢、啊？哦，越来越正宗哦。来，还你的碗呢、啊？好，那我坐这里边。咦，我坐这里了不？我坐这里了。每人一桌，很有趣啊！啊，你跟汉文没有来过，我们上次来过，很特别的。自己攞餐具喎、哦，自己斟水。自助。但呢个唔使。谢谢。然后你们就稍等一下，可以吃吃水果，坐一下。麻烦你。大宇，大宇啊，我们时间啊差不多了。我闻口干了，吹水吹到口干了。哎，我们要走了。为什么这个店没有人过来跟我们交谈呢？聊天，我要聊天啦。等一下。现在无聊。小春哥，你最喜欢的演员是谁？刘德华。那你现在用这个刘德华的腔，还有那个态度跟我们交谈呢？好，好。哦，汉文，给我一杯忘情水。敬你了，来，喝一杯，喝一杯。好，喝一杯，喝一杯。好。要不要交换角色？哎，你是？我是天华了。上菜喽！放了很多芝士在里面，味，还有那个浓沙味，真的很。很出彩，好喝。如果是几十人在这个店里面，这挺难应付。还好，大家都很松弛，然后我们的店是属于一个很随和、很随便。昨天我有一个感受，我们一般年轻朋友嘛，在外面嘛，五个人嘛，他们自己拿东西进来，然后我就自己去倒拿啤酒。我觉得他们的过程觉得很轻松。也觉得很好玩，可以，也可以试试啊。今天就试试吧。啊，今天试试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站在那边，虽然没事做，但是看一直盯着他们，还是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会造成一些压力给他们。有。他们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我们聊。我们要大开大合一点，我们也不用太讲究。哦，他说他没有朋友啊，为什么没有朋友啊？所以我们确定今天我们在店里面讲话要大声一点啊。好，我们先走了。一餐 lunch， 周波呢啲通常都唔会咁样嘅。佢唔开晏昼喎，系咩？佢六点先开的。哦，即系斋做晚饭。可能两两转啊，两转头先咁样八。所以佢应该有数围。有啦，两千一日咯，当分分钟千几两千一日咯。同埋好食嘅系。
我揾咗老师。360。好的，谢谢。好了，加油，加油，拜拜，加油。太大了，燒了手毛。谢谢三爷，谢谢谢谢，不不要不要，我们要拿东西进来，请。Why Bridge？ 你终于回来了。除了红肠没有买到，其他的都 OK 了。It's my time now。你为什么不付我？我有啊，我需要一些时间，想一想怎么。OK， 慢慢讲，慢慢讲。现在时间不够，我们先放上。OK， 好。好了，兄弟们，你们要帮我们一起弄好不好？啊，我要辣椒丝跟姜丝。呢度。OK。嗱，你话帮我听，话帮我听落几多我就知噶啦。揾填實佢啦，係咪？唔好呃得太實，如果佢裏邊熟，唔好揾手指，係得唔得啊？揾手指點啲落去，揩落去，揾入去，係啦，揾入去，係啦，多啲得嘅，多啲，係啦，係啦 ，OK， 跟住就畢啲魚肉，咁咪得噶啦 ，OK 啦，洗手未？洗咗咯，畢啲魚肉讓落去。即係吻一橛，咁樣會唔會太多？貨呢嚿嘢嚟講，你試下畢落去先，太多你睇少少，吻落去，差唔多啦，係嘛？係啊，吻平佢就得啦，係咪咁啦？差唔多啦。準備有人來了，要去迎接了，對吧？對，差不多。放心，迎客交給我。哎，迎客我也擅長啊。對，我們俩一起啊。哇，还没有人来啊！我得期待，我们期待那个按门铃的那个时刻。昨天也差不多那个时间才有第一个客人来啊。有没有把外面呢？哦，放心放心，都搞定了，就是等那个门铃按，然后就会给他们交给我们。哎，欢迎光临大湾仔的夜，你好。欢迎光临，谢谢。欢迎光临，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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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欢迎我们坐哪里？你们随便坐，里面也可以，里面也可以，外面也可以。我们坐外面吧，我觉得挺舒服的。坐这里呗，坐这里吧，来坐。四位。对对对。好的。慢慢。太好了，太好了，有充电宝。喂，来了喂。张总，一起出去吗？要一起出去。张总，好。啊，原来咁玩嘅。欢迎光临。Hello。欢迎光临。大家好，欢迎四位到来我们的大湾仔的夜，谢谢你们。我是今天的店长，我是林晓峰。林晓峰，你们好。哦。今天第一道菜是这个。健酿五宝，不是四宝吗？对，健酿五宝。有哪五宝啊？啊，来五宝是哪五宝？哎，有豆腐，对，青椒，红椒，还有茄子，其实是四宝，还没有四宝吗？对，本来是五宝啊，没有，还是五宝，就是鱼饼。鱼饼是一把吗？对，煎肉鱼饼。有前面的三样，那个豆腐有两个辣椒，我就很满足了。刚刚是第几桌的？他们第6。第6桌客人，健酿五宝。好，来来。4个人，每人5碟嘢一个人，4碟嘢够啦。喂，咪落咗个鱼嗰面先啊？鱼肉。鱼肉。好。
还有这鱼饼。九几年出生的吧？你？你八几年吧？我是八几年。啊。谢谢你们啊。那你是七十年代的？对啊，我七十年代的。我发现他们都好年轻呢。是。哎呦，以前有没有看过那个张卫健那个《西游记》啊？那个版本的。看过，从小看到大的。我是那个时候是唐僧啊。哦，就是唐僧，就是你呀、啊。对呀、啊。好久没见，还好久没见。那个《西游记》当时播的时候是八几年、九几年？九几年？哎，是吧？难怪，怪不得、啊、你那时候比现在要胖一点、白一点。瘦很多。我觉得你以前胖一点，感觉。从画面上来看，镜头里面，哦，唐僧长，哎，有点印象了，感觉。好久没见了，有点印象了，感觉了。就看了就是那种眼熟，你知道吧？但是我因为我们就这么多年已经不怎么看电视，对对对，然后就会模糊。哦，哎，你好你好，欢迎。哇，请进。哎，一个人，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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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请进。这个是什么字啊？这个跟煎煎煎煎煎样。哎，来了，煎煎样煎样五宝，肉多吗？嗯，肉多吗？肉多啊，鱼肉。我平时不吃菜，只吃肉。不吃菜，就是很少吃菜，就是吃饭的时候喜欢吃肉。好了，可以。你是哪里人啊？北京人。怎样称呼你？我姓曹，曹操的曹。曹操的曹先生，先下单。啊，曹生嚟咗，有个曹生一位，一位啊，好似好啲。点啊？四分钟。哎，试试看那个，这样五宝。好，试试看。嗯。哎，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林晓峰。我知道，你好，你好。哎，那个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对对对对对对。好棒啊，这个。谢谢，慢慢吃，因为我太饿了。真的？那要不要一碗白米饭？哦，我很少吃米饭的。哦，真的？没有，是晚上不吃米饭。其实我们也是晚餐不吃这个白米饭的。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欢迎光临 ，Hello， 两位好，哎，你好，你好，请坐。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大腕子的夜，大腕子的夜。哎，还有那个五宝。哦，这就是那个五宝。哎，等一下，我拿那个酱油给你啊。哦，好，好。Hello。Hello。Hi。OK 吗 ？OK。怎么放的歌？这里。有胶吗？什么？有烤胶？有烤胶？哦，有烤胶啊！是谁烤的？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他是潮汕人来的。潮汕人，广东潮汕。我是内蒙古的。哦，内蒙古的。嗯，胖哥过来一起吃一点。我刚刚现在一直忙都没有胃口，对对对。今天就找来Jean来帮忙。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好，我拿筷子。一家人吗？你们认识了多少年以后结婚？五年，大学同学在一起。嗯，对，我都是拍拖十年，所以一起已经二十几年。年轻的时候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你会更加珍惜对方，就是那个是非常重要。就像出来之后是会比较怀念大学的时候。是是是。好，再一次欢迎所有的朋友光临我们的大湾仔的夜大排档，谢谢你们。谢谢。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过来广州去创业，所以通过今天晚上跟你们沟通，也是帮我们打一个底啊。所以打这个底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想起一首鼓舞自己的一首歌，就是《四指山下》。欢迎大家来到大湾仔的夜。One, two, three, four.
辛苦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大排档里进来的客人都可以跟我们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卷的卷的，让一些可能不认识的人进来以后，他们可以都互相变成朋友，那个是我们大湾仔的夜的特色。大湾仔，嘿大湾，嘿。